我叫莫家豪，以后我们就是同学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？我没空。那以后你们两个既是室友也是同学，要互相照顾。那是一定要的啊，对吧，晨曦？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在等我？对啊，等你吃饭。一个人吃饭很无聊哎。你好像对女生都没什么兴趣。该不会你？我也还在确认。你说认真的？哎，起床了。你喜欢上那个人了。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当真正的王子？